flip the page, give it some more, getting out of my way. I was hiding, bulletproof, forever waiting. Then came you.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was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yesteryear's life, in over my head, trying to figure out. I was going through changes, where to begin, when a mountain-moving revelation came marching in.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我是巨先生，那现在呢是凌晨两点了，好，两点某一个很冷的日子，好，那今天要干嘛呢？今天要来去赌赌看有没有雾凇哦。我前年的时候也是骑着茶美，然后到石涌雾口去拍雾凇，那这一次呢一样是要去石涌雾口，因为今年真的有冷到，去年没有冷，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就没有去拍。那今年呢我就有机会，所以我就决定出发了。我有朋友呢，他现在人在拉拉山上面，他说拉拉山上面呢已经在下雪了，那我觉得雾凇的机会就更大了。那像宏伟哥啊，他现在人也正在石涌雾口露营 哦，超冷的，他说那边目前只有3-4度而已。那因为现在北横公路啊，上次地震完之后名池那边一直没有修复好，所以我们没办法骑北横去石涌雾口，要走北宜公路。这一趟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有约了一个车友。那等一下呢，就知道是谁要跟我一起去啦。现在室外的温度大概是12度左右，那通常来拍这种东西，这种题材啊，保暖很重要。前年拍的时候，我觉得我功课做不够啊，所以其实蛮冷的哈。像这次我就衣服啊，就装备都有特别去做调整。去拍这种雾凇啊，还是高山啊，还是雪这种题材哦，保暖真的很重要。你不是只有穿透而已，你还要多层次，而且要隔绝空气。最好的话还是尽量有一些防水的功能，因为有时候湿气蛮重的，久而久然后你衣服也是会湿掉。当然这个东西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再把雨衣套在外面哦，这就无敌了。对，雨衣一定要带，就算好天气也一样，特别是手套啦。因为骑车的时候，像我骑大洋嘛，那我的膝盖啊，还有热导流可以挡，那我的身体也还有风镜可以挡，但是手臂、手掌是完全中风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手套的选择就很重要。这副手套其实出勤的机会也不多啦，我就只有上一次跟朋友去五岭拍那个银河的时候，因为在上面待的比较久，需要比较高强度的保暖，所以有出动。那这双手套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看一下右上角，我会把之前这双手套的开箱放在那边了。好，现在呢很简单，就是先直接骑到北宜公路下面呢，跟我那个车友约在新宜门市集合。好，就这样，拜拜。拍摄降雪或雾凇这类的题材，温度跟湿气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次有信心会出发，也是因为前些日子已经下了非常多天的雨，接着冷空气要进驻了。除了可以看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测之外呢，我还会使用 Windy 这个网站去辅助推测的降雨、降雪或者是云像呢是否适合拍摄风景。它手机版跟电脑版都有，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常骑车旅行、摄影或是露营的朋友呢，这个工具可以让你更安全的安排行程，避免跟阿飘一样一出门就下雨。那我看 Windy最有机会降雪的地方是拉拉山，但北横没办法走，也不晓得在石涌雾口到底遇不遇得到，所以还是老话一句啦，风景摄影呢就跟赌博一样，
你看再多的预测也不一定会中，但是你不下庄啊，机会肯定是没有的，就当作出去骑车顺便赌博吧。现在时间点呢是凌晨3点齁，那北宜山脚下目前的温度是13度，有啊，暖暖包有救啊，跟家的把手一样，用胶布捆在握把上面。不会啊，我们到五岭已经天亮，已经开始回温了。北宜这边温度不会比北横低啊，如果走北横就超冷了。这趟呢，就是我跟老康两个人的半夜大冒险啊。像这种长距离的旅行路线呢，又是摸黑跑山，蓝牙耳机就很重要了。彼此能够互相联系噪音之外呢，你路上有一个聊天的对象哦，骑车的精神状况也会比较好一些。计划是在宜兰的加油站补充油料当中继点。那加油站以前呢跟加油站以后各休息一次，所以其实时间我抓的蛮浪的啦，有充足的休息呢，比较赶路的规划是比较安全的。第一个休息站呢是在平岭的 7， 那天气比较冷嘛，膀胱总是特别敏感，所以齁在这边卸个红，顺便也能最后确认是否什么少带的装备啊要在便利商店补充呢，可以赶快买一买。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 one who's worried. Always been the one who's keeping it cool. The kind of guy who chill while others hurry. I didn't know that I've been the fool. I've been telling lies about something real. But I know love is based on honesty.哇，看不到了，这里拍最漂亮。你要拍那个啊，国五啊，国五会一路延伸到那边去。我的也不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暖包暖不起来。娇西。欸，你如果要停下来调整什么，你可以跟我讲，随时可以停。像我现在就是开两个雾灯、近灯，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要注意我的电压。这个我很有印象，我就是在这边喷装的，我就是在这里喷360的，然后我就沿路一直找，找不到那只卡榫，跟主机一起喷掉啊，主机掉在仪表上面，没有掉到地上，对，然后救回来。我想说，干不是吧？我就只有带一台运动相机，哎，就我就带 RS， 然后他就给我喷装。跟他们去露营就轻松了，因为那一次主要是阿飘要拍欧米卡跟 KRN 的影片，然后我只是去煮饭的。是说就算北横没有崩，雨下了那么多天，我们骑北横也是蛮危险的，落石啊什么之类的，下了整整两个多礼拜哎。沿着台西甲往四季的方向，虽然天空已经开始越来越亮，但是温度反而是越来越低，而且雾也越来越大。而明明没有下雨，可是我们的衣服啊、车子啊、安全帽早就都已经湿透了，所以呢，决定在南山加油站附近的便利商店呢，好先把衣服赶快擦干，喝个热咖啡，避免继续骑下去会失温感冒。手套是没事啊，我手套防水。但衣服真的，干我衣服都湿了。好啦，我们现在在南山哦，南山这边呢，吼起大雾，然后地面上感觉好像要结冰不结冰的吼，反正到这边一定要穿雨衣，这边的水汽会让你的外套都湿掉吼。那你如果一直这样淋下去，你的保暖能力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稍微先把身体擦一擦，等一下就要穿雨衣继续往上面的。What I need to be free, still thinking how we love should feel.When I know that it's not about you, just me. 我快看不到你了。啊，树上一直滴水下来，只是我觉得现在的温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还要低。要看看垭口那边够不够冷，够冷就还有机会。我刚才听在地的说，他们说昨天晚上真的是最冷的时候，但是到底有没有也是不确定。好像那个。冷度还是不够，对，水汽有，但冷度不够，看不到。雨衣真的穿的差很多呢，对啊，很舒服哎。水管破掉，还好我穿雨衣。你还有看到路牌，我都没看到。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说你在后面都没有看到了。我在后面只要把注意力放在你就好。可是，在前面的人必须一直眼睛看附近的东西。
对，我插兔结冰了。对，他太冷，直接挂掉。哎，红伟哥，嘿嘿嘿，来，停车。小心，那个水沟盖很滑哦，那个水沟。好好好好。铁水沟盖都结冰了。你们在哪里扎啊？在你在那边啊。哦，今天还是有哎、欸。对呀、啊、对呀、啊。我后结冰了。前面一点，它有旁边有个缺口可以往，可以下去。所以原本是开到那边，要想要扎那边，但是后来看已经一堆人，超级多人。哇，对呀、啊、对呀、啊，好棒哦，好棒哦！哇，光光是结冰了，难怪他看不起来。Can we work it out? Only time will tell. It's gonna take a life, cause we've been through hell. 我们现在在。四元雾口啊，那今天是真的有雾凇了、哦、来这边啊，它这种水沟盖因为都会结冰，所以非常的滑、哦、你在过水沟盖真的不管是牵出来还是走过去都要很小心啊。红伟哥他们昨天晚上呢已经在这边住了一晚，他们等下要去太平山，听说太平山有下雪。你知道这里多冷吗？你看雨衣也会结冰，安全帽也结冰。What is on your mind?I crossed the line, but no, not just me. I'm feeling something that goes beyond us. Us, us. Can we work it?Just me, I'm feeling something that goes beyond us. Us, us. Can we work it out? Only time will tell. It's gonna take a lot, cause we've been through hell. I can't be without you. 这边的草啊，都结冰了。它现在非常脆弱，只要一碰就可能会断掉。现在呢是走到比较后面的地方，打算等到这边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再继续往下骑。因为我们刚才在牵车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轮胎呢都结冰了，超级危险。这是在思源雾口看到的这个雾凇啊，跟大家想象的降雪还是有差别的。那它的成因是因为雾气中有很多的水分嘛，它假如说接触到温度低于冰点以下的任何物体，像是树木啊，或者是路边的反光标志，会瞬间结冰。而且它会随着风向啊越长越长。四元雾口这边除了海拔够高，而且有溪流经过，再加上它这边是通谷地形嘛，那容易形成风口，才会比较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景色。像去年跨年的时候，因为温度不够低，所以就没有拍到这个东西。以四元雾口这边的状况来说，最低的温度时间大概是在清晨的六点，空气中的温度我回去查，当天应该是有零度以下，所以我们的身体上的雨衣啊、安全帽装备才会跟着结冰。再加上这一天的雾云啊非常厚，没有散，一直到早上八点，温度才开始慢慢的回升。前年我在拍摄呢，它那个冰晶的状况是更壮观的，可是因为当天。是大晴天，所以我一上山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融化光光了。那我们这一回呢，一直到八点半要往离山前进的时候，后面都还是雪白的一片，真的很漂亮。其实我们在南山的便利商店休息完之后，我看到景色是大雾一片，而且实际的温度也不够低。我想说啊，今年应该没机会了，就当作去五岭放放风吧。那路上其实我还是一直盯着树上啊，还是地面啊，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冰晶什么，一直到了雾口的路口才发现，哎，有白色的。马上跟老康讲，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嘛，台湾你要拍到壮观的雪景，一定要去爬山才会有机会。但是假如说是公路旅行，冬季限定的景色的话，其实思源雾口每年在十二月转一月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沿着台七甲往五岭的路上呢，会经过中友的南山站，还有中友离山站两个补给点。那南山站我们便利商店到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太早，加油站还没开，所以呢，我们在离山站的时候一定要加一次油。
不然撑到清境农场来说，老康的低压力油耗可能太危险。长距离的机车旅行，你除了要考虑到自己的油量是否充足之外呢，同行有人你也要去算进去哦。哈妹来说，我们在宜兰山脚下加满油，我是可以一桶从宜兰这样绕一圈骑回桃园的。老康他的低压力因为是二行程，油耗比较差，而且他的油箱也比较小，所以中间至少还要再加两次油才比较保险。五岭最怕的就是塞车，塞车速可达就绝对烧爆传动，一直走走停停，然后卡在上坡上面了。特别是快到五岭停车场那一段，不管是从东去还是西进都一样，都会在那边烧爆。哪里哪里？左边是啊，有有，我看到我看到，还没有融化的。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个比较厉害啊，差太多了，对不对？这边的水汽比较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在做一点点。我们现在人在五岭停车场，然后新的五岭停还没修好，但是五岭有雪哦。虽然早上的雾凇比较精彩，但是这里还是能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边应该是11点，然后这里的温度应该也是差不多只有1-2度啦，因为没有太阳，不像刚才离山那边蛮温暖的。哇，好冷哦，搓冰哦，手快结冰了，赶快把手套带回去。那边它挡起来就是怕打滑了，那边地板应该结冰了。等下呢，应该就是直接下去埔里吃午餐了。现在这个温度，差点喝一个热热的东西。我的咖啡应该还很热，现在去喝我的咖啡。今天人意外的少哎，没什么塞车，主要都是从西边上来的比较多啊，东进的没多少的车。我们从出发到要下五岭也过了10个小时。那实在是太想吃热食了。从五岭下山之后呢，中间完全没停，一路杀到埔里。那次用餐的地方是埔里的梁家臭豆腐。那内容的话，你先在外面写好单，结好账之后，他会请你留下电话。那有位置的时候，他会再跟你通知说，哎，内容有位置，请你过来用餐。那我当初会安排这间当我们下山吃饭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网络上我看到他们的清蒸臭豆腐，上面还有放4颗肉丸，看起来非常好吃。我们回去车上啊，整理一下该收的装备，收一收，调整要换的衣服换一换之后呢，他就打电话来通知说，哎，可以进去用餐的。这次点的餐点呢，我们点了清蒸臭豆腐，然后臭豆腐蒸饺跟两份招牌的炸臭豆腐。它的清蒸臭豆腐除了有豆腐肉丸之外呢，下面的高汤啊，里面有高丽菜和虾米，那个汤非常鲜，超适合配饭鸡腿。臭豆腐蒸饺跟招牌臭豆腐也很好吃。店内的很多餐点啊，都有提供素食的版本，所以假如说有吃素的朋友，你也可以把行程安排在这里。我很少啊会在影片里推荐什么必吃美食啊，但是这一间真的是有必吃等级，而且它的价格也不高，有来埔里或者是南投玩玩的朋友真的可以来试试看。我原本还想说下山之后可以去青色火海排最后一天的活动，但是两个人吃完饭后都开始累了，就决定一口气走天冷骑台山回家吧。跨年那一天呢，原本预估还是有机会出雾凇哦，但是因为实际的温度不够低，再加上全台有雨，温度之后也很难再往下掉了。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亲自体验看看雾凇的观众呢，可能要再等一年才会有机会了，但也不一定是会有哦。只能说这一趟我算是赌对时间的啊。这一回的影片就这样啦，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看的台湾独特景色，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做个行程的安排参考。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